这一边也给你做，这边。嗯，那是我找的。这个可能需要筷子哦。对，嗯，你在挑这个鱼，还不是那个鱼？嗯，好像上次哪一只比较厉害的？石斑了。那现在去找石斑看会不会有点？不是，上次那只不是石斑。不是吗？是啊，那只是石斑。会不会黑黑的那只？找石雕。嗯，这石雕是用这一招做的。嗯，对啊，你嘴角不要再多很多。这边在找石雕，石雕你讲。我觉得石雕像真的呢。就是要找那个礁石比较多的鱼啊。哦。石雕像真的。对，石雕像清真的。有水煮鱼这样，是石斑。这也不会爆炸，只是我觉得它比较不会吸汤，比较不会吸汤汁，因为它比较没有胶质，它比较不 Q， 嗯，皮不 Q， 那个肉质也不 Q， 它真的是用这个，就是渐渐就没事了，那太复杂的做法没有其他好处，你没有爆炸，那就是没有好处。嗯，你要吃面吗？嗯，你要吃面吗？好啊，拿给我。嗯，因为我刚刚这一盘弄超多，可是因为我觉得拍照不像，所以我就自己拿走。